民斗六溪市场的摊贩把鳗鱼锁得60万元交给母亲，以速度交代包好。藏在二楼阳台的杂物堆内。就过年大扫除，现款全都泡了水。一个月之后，只套竟然成为一团纸糊，损失惨重。台中贵妇遭挟持案，落网的刘姓主嫌向警方哭穷，不警方发现，嫌犯家族经营应价工程，却因为积欠地下钱庄近千万元，竟然是开着比被害人的车还要贵的休旅车来犯案。另外，银楼监视器也拍到在逃共犯温姓表弟的身影。台北市环保局首度针对200多家有提供饮水机的补习班进行抽验，结果居然有将近50%的补习班没有依规定进行定期保养，饮水机如果没有更换滤芯，滋生细菌，喝起来可是比自来水还要脏。